那旁边是我们的 Captain， 他姓王，叫王大明，叫王大明。嗨，今天发生一件很白痴的事情，就是呢，我跟一位比丘尼跟他说，先生可以请问你要排队吗？结果是一位比丘尼。你搞对人家的性别吗？哎、欸，很难哎、欸，很难好不好？你背对着，你知道那是比丘尼吗？而且我好像等着看你发生这件事情，就是我想说，好直接这家伙应该会蛮好笑的。你说什么？这个 final 你没有做得很好，很多 wrong。什么 final？ 就是这个 final 啊，那个 file 啦。啊，是不能讲不会是不是 ？Final， 是不能讲不对是不是啦？圣诗音乐会，这时就要开始封印来这个祷告。耶、yeah, ！我们现在来到天井6110杨桃，我们明天礼拜天的时候就要在这里演出。台湾的葱油饼皮有点好香，它是有种印度的味道。我觉得我正在泰姬玛哈林。